接下来即将要登场的是我们的高手组的百万奖金挑战赛。是，今天挑战的是田延梅92分，来挑战我们的卫冕者。欢迎我们的卫冕者陈仁豪。豪哥好，张姐姐好，老师好。好，坐在那边就要不一样的感觉了哈。这个恭喜你了，现在是卫冕第一关嘛。对，今天慢慢这条路，这楼梯要慢慢爬了。好，谢谢瓜哥。今天带来什么歌呢？今天带来最破楼的派修回。派修回是啥？派修回，你没有要讲派修回的，我没要讲啊。你没要讲啊？嗯，但我会唱。应该是派修回吧？派修回，派修回哦，再一次。对。最后。来讲，加讲。最破楼的派修回。好，赞赞赞赞，谢谢，一起来欣赏。定的蛮高的呢，哈，对，这样唱才会舒服吗？很爽，是很爽。哎，好久没看你流这么多汗啊，又开始回到他了哈。对对对，是，因为最辛苦就是妈妈，从以前一直陪伴着他，每一集都来哎，对，好幸福的人，好。登上卫冕者宝座之后，妈妈不仅是高兴，压力也大。我看他比你压力还大吧？对，他变成我的终极导师。怎么说？就是我现在一放学回家，然后他就会立刻 call 我。就不准让我再跟出去偷玩这样子，出去玩。你以前会出去玩吗？就是跟同学去吃个饭这样，然后现在也不行了。哦，他现在就会立刻说你现在在哪里，还不赶快回家练歌。哦，然后就因为我一直上上下下宝座啊，他觉得我不该这样，是，所以他就放狠话说，如果这次没有在卫冕成功，就会把我的手机没收啊，然后再关在我的房间对着镜子练唱，然后直到我最终那个版本给他听完验收，我才能休息。嗯，不要让妈妈失望，加油，谢谢。丁小文老师，请。好，仁豪今天选了一个比较少见的歌星，探歌，好，
Tango 哈。然后这个歌呢，主歌是 Tango， 但是后来转成两拍，再转回来，所以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层次。那仁豪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把握的还相当好。就 Tango 那味道还有抓住大概七八成，因为事实上 Tango 其实不好唱，它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个音乐的风格，好，常常你抓不到那个噔噔噔哒噔，好，抓不到这个觉得就没有味道，好，所以仁豪今天这个还不错，好，但是呢，今天有一些高音觉得有一点点勉强，啊，跟原本一样，就是那个高音。突然冲上去的时候 KK 的，但是仁豪今天有一个部分做得很好，老师特别要嘉奖你，这首歌有大量的转音，而且很快速，真不好唱。从第一句最怕落地那个落，还有一个什么最会那个最，那个几个字的转音非常要快速，而且要到位，仁豪掌握得非常好。谢谢老师。哇，这个表示你好像坐上去信心大增，突然那个王者之风就拿出来了。谢谢老师。其实最有机会没收你手机的不是你妈妈，是田延明。为什么？你把他唱垮了，手机就没收了，是不是？来，林东学老师请。仁豪，我今天感觉你不但唱歌有自信，而且你的表演很有自信。不晓得到底是哪里开窍了，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可能只有你知道，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今天唱歌，你很少唱这种语气很强烈的歌，像这么强烈的歌，我觉得以前你是不会唱，但你今天唱得非常好，而且整个层次拉很大，就是说你在这个副歌一开始的那个第一句其实就是开门见山，那一句最重要，那一句就是考验你这个歌你的精神有没有抓到，然后你这种非常任性的唱法我很喜欢，就是你真的就是把它泼出去你不管了，但是你不是说完全失控的泼出去，你是有控制力的，真的是我觉得你对于歌曲的这种掌握度的这一种这个情感的处理方式真的进步很多很多，我真的非常替你高兴，也非常替我们妈妈高兴，谢谢。谢谢老师。洪庆耀老师好。哇，今天仁豪的确选了这首歌是我们想都想不到 Tango， 而且这个 Tango 它还是中慢版，其实有时候中慢版的拍子不是那么好唱，就是说它要快不快，它要慢也不是慢，那如果你唱拖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仁豪如果照你以前的方式唱拖一点，哇，你跟他那就再见了，就有可能，但是不过你马上修正，就是说有一些地方老师就觉得你该有一些力量，在切分的时候你真的就把它做出来了。不过我觉得发现你跟延美两个今天是情侣档吗？怎么刚好做配啊？对啊，才发现呢，你们想share那个卫冕者的座位。今天田延美的挑战分数是92分，陈仁豪这首歌能不能高过92分继续卫冕呢？评审请给分。再一次坐上卫冕者宝座，今天的表现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仁豪，这首歌曲可以得到几分？70、80、90、90、91、92，目前同分小数点是多少？有没有？恭喜得到92分，卡关一关。伯仲之间的打平手，手机是要先丢到马桶啊？没有啦，打平手还是在卫冕者宝座上，所以手机没事哈，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但是我们这张票箱要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得奖的是，恭喜这位幸运儿得到奖金3000元。谢谢田延美，要继续加油啦，延美请休息一下，谢谢。仁豪，请登上卫冕者宝座。仁豪。